內地女喜劇演員兼導演賈玲，一直以重量級的身形而為人熟悉。為了拍攝主演兼執導的賀歲片，她激減了50公斤，令到大批網民譁然。電影在22年的4月開始拍攝，而她在同年6月開始了地獄式的訓練，她的體重不斷下降，但情緒也都逐漸頂不住，劇組需要多次停機。幸運的是，這套電影在大年初一上映，5小時之內票房就突破了2億人民幣，她的努力一點都沒有白費。